Give it up. Thank you.
不要再让我经历第二遍。我现在已经变成乡下人了。我就是，这个是狮子山，真的很高，很难爬。我们想要一口气把它爬下去。啊，然后加油，加油！还速度点吧。还。嗯。不知道。你要不要？这哥们儿开始，不然差一点就撞上。看我。好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子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他没刹住，直接就撞上。确定？为什么？寺庙里面东西都是可以吃的。从此的感觉，现在有香蕉吃好爽。嗯，来。那会拓宽吗？现在是。谢谢。第二位好心人，愿意把他带到访寮。然后，对。要小心吗？什么叫老鹰？什么叫经验？你没让他说他的口话，杀！老板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话没讲完，话没讲完呢，快把话讲！他的韧带拔的比我还扎。啊！啊！我手拿不稳，拿不稳。靠靠着最好。哎呀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哇！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就行啊。算凉了，但是这边的话，它风很凉爽啊。你挨着山走不一定能吹到那个风。哦，自己是不是用的特别多？是吗？不知道哎，没感觉。反正在你们深大当中用这劲儿都。哈哈手机没摔碎，怎么掉盘子里了？爸爸啊！爸爸，爸爸啊！两块，三块。现在可以慢点吃了，不用抢了，不用抢，不用抢，不用抢，六块，来，肯定不用抢，两位最大的，耶！我那块两，全母厉害，我他妈拿的很快，这也可以。
爆三次。两次多了。耶、yeah, yeah ！耶！哈哈！哈哈！快点啊！不要再出事了。嗯，不要再出事。好好好，再见。快点，我等你们。然后现在校长的车吃完面以后，他起步之前又没气了。然后现在要把胎换掉，换新的内胎。你们要比较长还是要比较短一点？啊，我们要比较软，要软一点，不需要太长，但是要厚一点。哦，对啊，这个是最厚的。好，那就这个吧。这是最厚的，就是18片35公分。那边那个已经贴好了。这个已经贴好了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要坐坐。他中间出血了，我别吵了，结账，出血结账。这边更牛，那边呢？OK， 一二三，哇！好了，帮我买那个恐龙。买什么恐龙？这个拿过来看一下价格。怎么样？18,000。真的？天啊！这有什么用？帮我买一个。你问一下你爷爷同不同意？他，你孙子买恐龙？买恐龙？嗯。你孙子？大伯。买恐龙？大伯。恐龙还是口红？妈的，大爷！大爷，我要买口红！什么？买什么口红？走妈，直接把手机打下去！这都是的，我跟你讲，小时候的，你不是我妈要骂我的。啊！我也直接上班了。啊！睡一个海边，我操，晚上好冷啊！那你本来就冷好不好？这里晚上应该也冷。昨天看的吗？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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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